诸位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日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诸中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592页啊，592页，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啊。第三行，凡是凡夫，圣之圣人，圣人应机世间，与凡夫同居一处。故曰凡圣同居土，应机。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解释，应机应化垂机，这两个字两个意思啊，应化垂机，应于机缘而化现垂机之身啊，这叫应机。观音玄义上卷说，上帝为真为本，下帝为应为机。譬如阿罗汉，阿罗汉住的地方啊，是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，他到六道里面来了，那就叫应机啊。为什么他的本地就是上面，他是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。那么如果地上菩萨呢，他就高了。地上菩萨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十宝庄严土，十宝庄严土是他的本地，就是他本来住的地方。那么他到我们世间来应化啊，这个世间众生跟他有缘啊，这个有缘众生呢有感，感就是有求，不一定啊，说出来啊。感应有四种，在前面我们都学过啊，有显感显应，明显的啊，人求观世音菩萨求佛啊，观音菩萨真的就现身，这是显感显应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明感显应，明是我没求啊，怎么观音菩萨来了啊，是没有起心动念求，你跟观音菩萨有缘，你现在
遇到麻烦了，需要他帮助了，哎，他自然就来了。啊，这是敏感。啊，感恩自己不知道，佛菩萨来也。啊，另外呢，有显感明应，敏感显应，啊，有四种感应，啊，所以本地是上帝他自己住的地方。那么观音菩萨，我们知道九缘界都成佛了，现在应现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身份是等觉菩萨，来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。啊，那么他的本地不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应化的地方。啊，本地有他自己的佛国度。实在说起来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众生无量无边的，回过头来看看上帝，往上看，诸佛如来、化身大士，他们好像也是无量无边，无法计算的。啊，那么像这些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对经上这些说法不怀疑了，初学的时候怀疑，啊，现在不怀疑，完全能够信得过，能肯定了。这是大学问，啊，用现代人的话来说，这是科学哲学的最高峰，啊，人还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科学哲学对于佛法的怀疑。啊，应该的，为什么他没证得？啊，就像80年前，科学家刚刚发现原子，以为宇宙之间最小的物质，就是物质的基本现象呢，应该就是原子。啊，那么这80年当中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啊，仪器不断的在改良，啊，越改良越精密。居然能够把原子打破，打破之后看看原子是什么，发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、有电子、有中子，就发现这些东西。啊，而且许多原子的时候数目并不相等。啊，大概原子核就是一个，电子跟中子数量不相等，所以就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原子。那么他再讲电子、中子、原子核打破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。啊，看见了粒子，叫基本粒子。啊，基本粒子就有，好像有60多种。那么再还可以把它打破，
啊，打破之后发现更小的，称它为夸克。啊，也有几十种之多。啊，一直到最近，大概这20多年了，把夸克也击破了，发现微中子，微中子这最小的了，啊，因为微中子再一打破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跟佛经上说的一样。佛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色，这是佛学名词，也叫做极微之微。佛说这个不能分了，再一分呢，它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今天科学家就是把这个东西再一打碎，物质没有了。物质没有的出现的是什么呢？是意念波动的现象。啊，这个让科学家了大为惊讶。啊，物质从哪里？从念头来的。那么这个佛经上常说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佛经上讲的色跟相都是物质。啊，物质是哪里来的？物质是从念头来的。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这个一切法就是物质现象，从心相生的。啊，那么心想的这个念头现象从哪里生的？科学家现在看到了，看到这个现象呢，跟佛在楞严上说的一样。佛教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这现象一生立刻就灭了。念头。啊，那么我们在经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，啊，这些对话都是说给我们听的。佛问弥勒，说：“心有所念，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，啊，心有所念，说即念。”即相是也，这是经文，意思就是这一个念头有几多念，有几多相，相是物质现象，有几多实，啊，是就是宝石啊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：“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。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识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受想行识。”叫无蕴的，啊，色，色是为想行识。最细的这个物质现象，它具足色受想行识。那换句话说，佛说，构成整个宇宙现象的，就是无蕴。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，在《般若心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
他看见了，五蕴皆空。啊，五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迷的时候有这个现象，觉悟的时候没有了。啊，到什么时候觉悟？大乘经上常说，八地以上。我们用最低的标准来看，最低是别教，别教八地，相等于原教的八住，初住的八住，啊，第八住的菩萨能见到。如果我们严谨一点来说呢，这就是圆教八地啊，也能讲得通。圆教八地居立妙觉果位，只有四个位置，这就是整个宇宙的奥秘。他们完全明白了，啊，他们怎么明白的？他们没有仪器，不需要仪器去观察，啊，仪器观察。是有缺陷的，挂一漏万啊，很多什么呢？仪器观察不到的啊，比如今天仪器这么发达，鬼神仪器还对他无可奈何啊。那么在佛法里头。小乘出果，大乘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他跟鬼神这个空间维持就没有了，他什么时候都能看见。啊，这是讲正果的。啊，没有正果的，也有一些现在叫做特异功能。啊，他们有能力看到，我们看不到。啊，他能看到轨道，能看到神，神大概不是很高的。啊，你像这个欲界六层天，大概四王天以下的，他们没问题。啊，四王天以上的，应该是有点功夫了。越往上去，这个能量就逐渐增加。啊，到八地菩萨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你们有一样不知道，你全知道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，你接触到了。啊，这是科学跟哲学达到了登峰造极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科学哲学这个东西，现在用的方法错了。啊，
再精密的仪器没有办法突破时空维次。啊，时空维次从哪里来的？自性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出现？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应该是念头产生的。啊，你有念头，就是说你有分别执着，就有它。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就不见了。所以它也不是真的。金刚经上佛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它有生有灭，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只有一个，叫一真。啊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自信。啊，只有自信是真的。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都是从它生的，啊，都是从它变现的。啊，如果没有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？他自己什么样子都没有。他不是物质，没有物质现象。他也不是心理，所以他也不会有念头。他也不是自然现象。所以啊，自信，佛说得很好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们的六根缘不到。啊，前五根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所缘到的境界是物质现象。啊，色声香味触，这都是物质现象。啊，第六意识，它的作用最大。啊，它是心，就是起心动念，它语言的范围非常大。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，它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对外呢能圆到虚空法界。啊，只有一个很遗憾，它圆不到自性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阿赖耶为自己的心，要想了解宇宙，啊，阿赖耶范围之内的，他统统圆得到，圆不到自性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没有分呐。啊，那么用阿赖耶最高能达到什么境界？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所说的相似即佛，它是相似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通常讲呢，三乘菩萨。啊，大乘教里面不称他佛，
成为菩萨。啊，全教菩萨没有见性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用阿赖耶真正用到极处了，确实六道轮回事情他有办法看见，四圣法界能看到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往上去一真法界他看不到，因为这是阿赖耶变现的，阿赖耶 有能力现在讲探索啊，可以能够得到这些信息啊，往上去呢那就要用真心了，就不能用妄心了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正妄不二，正妄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那阿赖耶是怎么回事情呢？阿赖耶是带着妄的真，佛说了，这个妄是什么？起心动念。啊，因为他还起心动念，所以他就见不到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见心了。啊，这值得我们呢去思考的。大乘教佛告诉我们，不执着，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，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再提升呢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，不分别了，那就是菩萨。最后不但是没有分别了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佛就是法身大士。法身大士、天台大士称他做分证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的。分证是什么？他不圆满。说到这分证，啊，大师用月亮做比喻。啊，用天上的月亮真的，那是真月，不是假月。啊，水中的月亮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列目所见的月亮，念我说，我们用一个指头，在眼睛上面说。是用力压一下，你就看到两个月亮。你在天上看到两个月亮，啊，这两个月亮上，它不是水中月，啊，也不是真的，真的怎么会跑这两个出来了？这叫分相似。啊，这不是真实的。啊，分证呢？分证是真月亮。真月亮有月圆，有月缺。把圆月比作佛陀，把缺月呢比作法身大士。啊，法身大士有41个等级。啊，等级低的好像是月牙，
岁岁月牙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差不多到初七、初八就半月了。啊，到十五它就圆了，圆了就叫成佛。啊，还没有真正到圆，那都叫法身菩萨。啊，天台大师用这个比喻，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。啊，那么这些全部都跟自己有密切关系，就是迷雾啊。凡夫跟佛没有什么差别了，迷了叫凡夫，觉悟了叫佛，啊，圆满觉悟叫成佛，没有达到圆满都叫菩萨。啊，所以菩萨不可以把它当作神明看待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佛也不是神明。佛告诉我们，神明也是凡夫，啊，神明有天神，有鬼神，都没有离开六道。啊，有些神明还不如我们，啊，比我们好的很多，但是也有不如我们的。啊，垂吉。像释迦牟尼佛，在《法华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早已经成佛了。这一次，这3000年前，到地球上来实现成佛，世尊说，这是他到此地来实验的第 8000次。常来呀、啊，四种感应呐、啊，显感显应，我们知道非常清楚，敏感显应也很清楚，另外两种就不知道了。这种感应有没有证明？有。虚云老和尚脸谱所记载的，好像他是在47岁发愿朝五台山三步一拜，以这个功德呢，回向给他的父母，报父母养育之恩。从普陀山出发，啊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，用了3年多的时间，啊，一天走不到多少路啊。这3年朝山时间长啊，尤其是在野外附近找不到人家啊，感受风寒生病，这是难免的事情啊，所以他生过2次病，都在荒旷野，那没有办法了啊！遇到一个乞丐叫花子啊，这个叫花子看到这个和尚啊病倒在这地方，讨饭来喂他，找一些草药来帮他治疗啊，半个多月他恢复了，恢复再去拜山。
啊，乞丐也走了。他说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有病，可能是前一次没有完全复原。啊，这次有病，哎，又遇到这个叫花子。啊，这个叫花子跟他在一起住了，又住了半个多月。啊，他问那个叫花子：“你尊姓大名？”叫花子告诉他：“说我姓文，名字叫吉，吉祥的吉，文吉。”问他住在哪？他说：“我就在住在五台山下。”你到五台山问的时候，五台山人都知道我。虚云老和尚没有领悟到。啊，分手之后到五台山就打听，这救命恩人呢，没有人晓得。啊，到庙里头拜过文殊菩萨之后，把这个事情告诉大众，大众就告诉他，那是文殊菩萨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这就是应劫。啊，两次跟他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些事情在中国历史里记载太多了。啊，虚云老和尚给我们敬，啊，大家对他非常敬仰。大陆解放之后，他到香港来住了一个月，回去了。就是香港这个地方花花世界不适合修行啊，所以又回去了，回去带众生受苦受难啊，慈悲到了基础啊。啊，自己多吃一点苦头，希望众生灾难减轻一点啊，这真有不是假的啊，这是文殊菩萨化身啊，他的吉是乞丐的身份，让虚云老和尚丝毫不怀疑，乞丐到处去要饭，居无定所，很正常的现象，那现别的身份就奇怪了。啊，那么另外的，周邦道先生，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念书，这流亡学生，他是我们的校长。这个校长对待我们学生超过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每一个同学不感恩，每一个同学会忘记他。啊，抗战期间我们都是跟家庭都散失了，学校就是家，老师就是父母，同学是兄弟姐妹，感情特别深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学校解散了，啊，校舍交给贵州省政府。啊，老师那个时候
好像是他是江西人，他任江西教育厅厅长，他在南京有居处，南京住的地方我去过，师母告诉我。这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了，告诉了。曾经有一天，有一个和尚到他家化缘，他那个住持是三重是和尚，所以前面有庭院。围墙庭院很多树木，它有围墙，大门距离它这个大厅很远，有二门，到街面地方就是三门，三道门，问这和尚从哪来，九华山来。问他干什么？化缘。你先要什么？五斤香油。那个时候，周师母他们一家不信佛，没有宗教信仰，没给他这个和尚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好像没有门没有开关呢，他怎么进来？去检查，真的门没有开，里面都拴好的，就感到非常纳闷，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？大白天的，又不是晚上，这一桩事情耿耿于怀，一直到台湾，刚好他也住台中，跟李老师住在一起。李老师讲经，他们去听经，熟了，认识了，把这桩事情告诉李老师。李老师说：“那就是地藏菩萨化身啊，后悔莫及啊！五斤香油家里有啊，为什么不给他？”所以从此念地藏经，持大悲咒，感应不可思议。跟地藏菩萨有缘呢，时间不长，大概只有一二十分钟，他就走了，没跟就走了，可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虚幻的，亲身经历，十几年都不能忘记。我这个老师师母是非常忠厚老实人，决定不会当妄语的。我们同学当中，老一辈的这些大德里面。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很多我这一生这种感应没有，但是跟鬼神感应有两次。也是抗战期间，我住在湖南衡山城外八里路，叫陈家河边。这是个大户人家，已经没落了。他们家是两重式四合院，后面是个很大的花园，
我们住进去，他们家的家败了，老夫妇两个只有一个女儿。住那么大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2层楼四合院，当中有天井。我们住在他那个地方，他非常欢喜，有人气，太孤单了。他那个楼梯拆掉了。十几年没有人上楼去，楼上住着狐狸，这狐狸精。我见过一次，很多人见过，大家看的都一样，穿蓝布长衫，蓝布长衫，是个男人。面目没有一个人看清楚，我好像很模糊，一下他就转过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古人所说的，狐狸要修成人身要500年，大概他还不到。可能他应该在400年左右，还这功夫还差一些。那么我们住在一起，相安无事。但是无论白天晚上，他们楼上活动，楼上是地板嘛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我那个时候很想上楼上去看看，我母亲看着，决定不许哭。不要跟这些人结怨，不要去惹他。这是一次，这个印象很深。所以我看一些小说里面，《聊斋》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我认为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第二次遇到的，是我们有一个，也是比较近一点的亲戚，姓陈，跟我们住在乡村，不是一个乡村，不远。大概距离只有3、5里路，3、5里路的距离，要用现在的大概是2公里，所以村庄上都看得见的，那么他们家里还算是富有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们都回老家遇到了。那么他家有一条船，帆船，家里面有粮食，装在这个船上，运到南京去卖，用麻布袋装的米，一包一包的装满一船，就有人看到，好像一个黄鼠狼，从跳板里面呢。走到船里去了，有这么个事情，大家找，把米通通抬出来，没找到，没找到，也是眼睛看花了，就算了，再把米装进去，船运到，从我们这边有水路通南京。我们庐江就通长江，从长江就南京去了，大概要1个星期。
的路程。运到南京之后，忽然看到了这个米那个袋子鼓鼓的，里头米没有了，一船的米都没有了，大家心里有数了。看到那个东西跑上船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那又没办法了。南京住了几天再回去，回去之后啊，米还在米仓里头。他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米统统运回去了？这大概是得罪他，不是大的得罪，给你开个玩笑，让你空跑一趟。那么这一桩事情是我们亲自看到的。一点不假，所以《狐狸精》，我在衡山住的是狐狸精，这个是黄鼠狼，要看到黄鼠狼，他们都修行，他们都有这种能力，有这些小神通。不是假的，这个世界呢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。我们读了佛经之后，诸佛菩萨也应集在他们这些道，因为他的灵性很高，也以现他们同样的身，跟他们讲经说法。度他们，只要他们已曾经有这个善根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佛，或者听到佛的名号，听到念经的声音，统统都是有缘众生。甚满宝窟中本有一句话说：“应集为论，应感即彰。”这都是术语，感应道教我们一个人。不是这一生，过去无数无量生如果不能脱离轮回，未来也是无量无边生，生生世世，给众生切多少缘？跟我们有缘的这些众生，他们学佛，他们证果，他们成就，那成就跟我也有缘。我们今天遇到佛法了，跟他们就产生感应道教的关系，特别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要到什么时候才有这种能力？经论里头告诉我们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有这个能力了。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成的，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给你，你才有。如果不是在极乐世界修其他的法门，那个就很难，时间很长。你才能成就。极乐世界太快了，所以很多人难以相信。
我是一个造无逆十恶的地狱罪业的人，怎么能够立刻就到极乐世界？怎么能够一下就变成阿惟越致菩萨？这没人相信。真的，对这个法门相信的人少啊！啊，这个原因不知道阿弥陀佛本愿威神，以及无量界修行功德力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对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就相信了，就不怀疑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正的难信易信，很容易修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成就之后，智慧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就有能力跟自己这一生、过去生生世世、家亲眷属，通通起感应。啊，而且在极乐世界，啊，花开见佛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啊，就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上求下化了，自己的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有能力分身到十方，啊，到过去未来，啊，分这些身。去参学，啊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报，啊，供养佛之后一定听佛说法，这是智慧，福慧双修啊。那我们就知道啊，极乐世界人修行一天，我们修无量劫都比不上。我们无量劫没有办法见到无量佛，他有能力同时供养无量无边诸佛，听经闻法，同时又能够化无量身去帮助我生生世世有缘的同学，他能做得到啊！啊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极乐世界搞清楚？啊，真正认识阿弥陀佛，发起我们的愿心，这些就在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集结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部经搞通了，我们的信愿行肯定就具足。啊，不行，行不得力，主要是知不足。啊，还有怀疑，就功夫不得力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世尊当年在世，为什么要讲经教学49年？啊，无非是帮助大家断疑生信。
啊，建立信心，从信再发愿，从愿再修行，那就正果了。所以49年讲经教学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？啊，我们学佛得佛法殊胜的利益，啊，常常想着报恩。啊，报恩怎么报？学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就是报恩，除这一法之外，没有别的法子能报佛恩。啊，佛的大愿就是度众生，让众生起信发愿修行。啊，我们这才把重点找到啊！啊，这么大的年岁了，每一天还干4个小时，为什么？为报佛恩。《回向记》里面说：“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”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圣人是指佛菩萨、阿罗汉，应激世界。与凡夫同居一处，啊，故曰凡圣同居土。我们念到这一句，让我想起近代还有一个人，这人我没见过面，啊，我在台湾，主云法师是我的好朋友，啊，他写过一本书《金山活佛》，啊，金山是江苏镇江金山寺妙善法师。抗战时候他在，好像抗战胜利前一年他圆寂的，啊，他圆寂是在缅甸，啊，这一位法师是我们想应该是罗汉引起的，啊，我们看他的形象，很像啊，《济公传》里面描写的济公，啊，好像是疯疯癫癫。啊，说话语无伦次，啊，可是话里头都有话，啊，确实有神通。一般讲呢，交友很广，有许多大官贵人，啊，常常聚会在一起，啊，一些疑难杂症他都能治，啊，一生没有洗过澡，
穿的衣服里面一套小褂裤，外头一件长衫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年到头就这么一套衣服，衣服也不洗，啊，人也不洗澡。冬天它也不冷，夏天它也不热，这一般人做不到。那林子当然了，很脏了，这油腻都是黑的，啊，很厚一层油，哎，你去摸摸闻闻，莲花香气。都不是普通人。啊，虚云老和尚曾经到香港住过一个月，香港同修告诉我。啊，他们看老和尚，老和尚也是的，衣服都很脏，很旧很脏，你给他新的都不要。啊，可是他那个衣服领子很黑黑的，你就闻他真有香味。啊，有檀香味道，啊，有莲花香的味道，这真有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圣人应激在世间。啊，有些我们觉察到了，还有一些我们觉察不到。越是众生有灾难，应激的人越多。跟大家和光同尘，你没有办法觉知啊。啊，他在暗中啊，帮助社会，帮助大众啊，啊，把灾难减轻啊，啊，这个都是大慈大悲。今娑婆世界，一名凡圣同居，但此土着重多。无主无实，无主太严重了。啊，主，今天我们叫染污，跟佛经上来对比，佛在2500多年前讲经，所说的无着卧室，应该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啊，无着手握。在一家之前，60年前，我们没有意识到污染，没有听说有环保，这些名词都是最近的。啊，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到台湾没有这个名词。啊，染污越来越严重，带来灾害了，大家才警觉到。啊，那染污什么？越来越严重。60年前确实，有空气染污，啊，排放的
这些化学东西，那个时候车辆少啊，不像这么普遍的。公路有啊，公路没有品质没这么好。车辆不多。哪一看到现在，车辆一个接过一个。这过去没有过的。空中交通那时候很少很少。航班一个星期一两班，哪有现在是一天好多班？这大气层能受得了吗？工厂烟囱排出来的，车辆排出来的，飞机排出来的，轮船排出来的，这麻烦可大了。一年排出来的超过过去二三十年，现在人感受受不了了，说不禁充满。现在连饮食都叫人担心，水资源污染。土壤污染了，这怎么办？我们自己种一点菜，这干净，没有农药化肥，土壤染污了，没有从前那么样干净，所以种的东西结果味道不一样。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严重。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？许多人在想啊，想不出来很多人看到环境的染污、物质现象的染污，没有看到人心的染污、人性的染污。环保能生效果吗？这个大概在10多年前就有人问过我，我的回答是：环境染污会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不可能产生效果。这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讲：境随心转。你现在在境上下功夫。疏忽了，心地上没有学方法。那化解这个问题，应该先要从心地把心里的染污化解了，外面才对治就容易了。心里什么东西在染污？自私自利在染污，名闻利养在染污。财色名利最严重的人物，这个染污是环境染污的根源。真的是境随心转，这一个小区居住的人。心地善良，知足常乐，
这个小镇就少灾少难，很明显。同样这个地区有灾难，这个地区很轻。感应果报，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演出啊！我们要能看得出来我们要能提高警觉怎样帮助自己？怎样救自己？救这个家庭。就我们这个村，就我们这个小镇，那你要问我用什么方法最好？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相信。佛法里面。第一法就是诚心诚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法子妙绝了。怎么念？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不问这个念头是善是恶。不要问这些，只要念头一起，立刻警觉到阿弥陀佛，不要让念头相续，把它换成阿弥陀佛。恶念归阿弥陀佛，善念也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个经上说的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清净平等觉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防止我们被污染，我们不被外面环境污染。这个法子妙绝了，人人都会念，男女老少，一切时一切处，通通可以念。有不相信、有反对的声音，我们可以默念不出声，效果完全相同。不单释迦如来所说一切法，最后归这一句佛号。世尊告诉我们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说法，末后一招，通通皆归在阿弥陀佛。多殊胜呐，多么不可思议！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？希望我们常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功夫不得力的时候，也会常常忘掉。常常忘掉不怕，想起来赶紧记住。把念佛呢，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。
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我要脱离六道轮回，我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信愿持名，你决定得生。啊，往生的人很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我们今天所住的是同居的秽土，就是严重的染污。啊，这些年来，应该在5、6年前。我们常常在各地旅游，啊，讲经。我们在飞机上往下面看，啊，看一下地球上的风景。干净、清晰，没有看到污染。最近这个5年，一年比一年严重。我们在飞机上往下面看，一片黑雾啊！一直到飞机快降落的时候了，才看到地面啊，看到了严重的染污。啊，都是你细心观察，都有一层，啊，像乌云一样盖住。啊，距离都是远的地方，就好很多，啊，让我们有很明显的感触，啊，都是住的人多。啊，染污就很严重。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误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不是的。人为的现象。啊，佛经上所谓的语言起，啊，不平的起，贪嗔痴慢疑的起，聚集在一起，变成这种现象。让气候产生异常啊，阴晴不定啊，看看媒体的报道，整个世界
哪一天没有灾难？而且都是相当严重的灾难，不是普通的。啊，我们警觉性要提高啊！啊，怎么救自己？念佛往生救自己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自己没有把握了生死，就要赶紧念佛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地方，啊，关系好的人很多，你就有能力帮助他。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帮不上忙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本事，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道理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还是为苦难众生的，不是为自己独乐乐，不是啊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消极，积极的。啊，我们有这种愿心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，那个力量就特别大。啊，几十年来，我对于这桩事情常常跟大家说，阿弥陀佛的加持是跟我们自己的心量成正比例，我们有多大的心量，它加多大的力量。所以一定要发大心。啊，真正把这部经参透了，你一定知道，变法界虚空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，阿弥陀佛也是，释迦也是，毗卢遮那也是，没有一尊佛不是自信变的。啊，再换一句话说，天堂地狱也是自信变的，本来都没有。我们自己身体也是自性变的，通通是自性变的，那就是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真的是一体啊！一体就不能分呐！啊，所以自性的性德，第一德就是爱。中国老祖宗有智慧。啊，千万年前他就明白了，体会到了。啊，这个现象都在眼前，只要你留意，时时刻刻你能够见到。啊，父慈有亲。在五伦里头的第一轮，五伦的根，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，啊，就从亲爱里头生的。这个亲爱没有条件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这个亲爱确确实实是真诚清净平等心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宗教里面讲上帝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这爱爱就是神的爱，就是上帝的爱，是自信的爱，真心的爱，
就这个东西。啊，古人心地清净，社会淳朴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奢侈，知足常乐，所以他心是清净的。啊，清净心流出来的就是智慧，智慧表现在外面就是爱，就是慈悲。啊，所以慈悲是智慧具体的表现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看到了，啊，就有人想到，这个东西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好的。啊，一切善法都从这生的，一切德行也从这生的。啊，它是一切善的大根大本。如何能保持？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不改变，一生当中都不改变，跟你说，你就成佛成菩萨了。一点不假了。佛菩萨跟人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你看他有智慧，他觉而不迷。啊，智慧表现出来是大慈大悲，对人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，啊，没有差别，啊，没有善恶，没有这个族那个族，没有，啊，看到整个法界都是自己，都是一家人。啊，那么从这一条就演出五伦的根，父子有情。从这一条延伸出来，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五伦就出来了。啊，无论说无论是情爱出来的。啊，佛家说的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孔老夫子常常思念着古人。啊，认为今人不如古人。啊，有许多人不相信，今人比古人聪明呢，今人发明很多东西啊。啊，是没错。发明是发明，今人没有古人乐，今人没有古人的德行，啊，今人比不上古人真诚，古人有真诚的爱心，今人没有了，没有了爱心多可怜呐！得到什么样好的物质享受？爱心没有了，这人活得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佛国度里头没有别的，就是一片慈悲，这多美好啊！啊，宗教神的国度里头是一片爱心，啊，神爱世人，一片爱心。啊，我们向往佛的国度，向往极乐世界，没有爱心去不成。这个要知道。
大乘教里常常说啊，心经则佛土经呢，没有一个极乐的心，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？啊，极乐的心是什么？极乐心就是清净。这个清净发扬光大，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清净。啊，真诚的清净。啊，我们看到美国修兰博士给人治病，凭什么？就是凭清净的爱心，不需要用任何药物，就这一颗心。啊，四句口诀，妙极了。啊，对待一切众生，都从内心里头发出来。对不起，怎么对不起？我没把大家照顾好。啊，请原谅。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第四句，这四句是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啊，是从清净平等觉里头发出来的，所以它有效啊！啊，什么样的疑难杂症，它都能治疗。道理就在此地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么下面讲极乐同居，极乐世界同居图，跟我们这不一样。啊，持留八德，这是池里面的水。八功德水呀，极乐世界的水八种功德，我们现在的水缘物都不能饮用啊。那我们想到60年前抗战期间啊，抗战期间地球这个大地，无论什么地方的水都可以饮用啊！中日战争，我们逃难啊，父母大人教给我们啊，出门除了带一点钱，要带米，要自己的会煮饭。啊，要带个大蒜。啊，大蒜是什么？消毒。你喝的外面的生水，吃一个蒜瓣。啊，这个是老人教给我们的。啊，防止疾病。大蒜是防范细菌，它有这个功效。那么极乐世界的水好啊，啊，我们看看经上说的八功的水。这一段文，除称赞净土经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。
八功德水为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池中之水，有八种功德。第一个澄净，为其水澄庭洁净，是为澄净功德。这个水60年之前我们地球上有，小溪里头有，乃至于稻田里都有，稻田灌溉的水清，里头都有小鱼在里游。下雨天，溪水里面长的流到外面，水多干净。没有丝毫染污。城市里面的饮水多半从哪来的？都是小河里头、小溪里头。甚至以前有护城河。水都是干净的。跳水的人到这个地方来跳水，跳到城市里去卖。专门做这个行业的，六祖慧能大师卖柴的，城市里头人家没有瓦斯，没有电，都是烧灶，烧灶就是要柴火，就专门有上山砍柴卖柴的人，多半呢就是一个这。樵夫包起家，可能你们这个五六家七八家，我一个人包了。卖水的也是的，也包起家。每天早晚给你送来。水干净的，没有污染。那么有怕有污染，有些人家防范的是用明矾，水缸里头，用明矾打了，那是沉淀，这个不干净的通通沉下去了，就水干净。第二个清冷，为其水也，清饮，凉冷。这是清冷功德，这两种我们地球上有，可是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连海洋都被污染了，长江大火通通污染。第三种甘美。很少，地球上不是没有，有，水是甜的，有甜味，叫甘泉，泉水有甜味，地球上有少不多，多半在大山里头。第四种轻软。水都很重，都有相当的重量。极乐世界水没有重量，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水没有的。第五个蕴泽，滋蕴泽物，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水也有，但现在可惜被染污。这是蕴泽功德。第六个安和，这一条我们这边水也没有。为其水，人若饮食，身心即得安稳调和。
啊，有这么多好处啊，就是能够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治疗疾病。水可以治疗疾病，地起除患，胃起水，人若饮食，能除饥渴等患，除患功德。我们这边水能解渴，不能除饥。啊，极乐世界的水能除饥。啊，常常喝这个水，就不需要饮食。啊，第八增益。胃气水，人若饮食，皆能长养善根。正义四大，这个四大就是我们的肉体、肉身啊，身体当中的物质现象，是为正义功德。极乐世界的水太好了。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水？记住佛说的一句话，境随心转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极乐世界的人心好啊，为什么极乐世界人心那么好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不中断了，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。啊，它的光不靠太阳、月亮。啊，它是人身放光，身有光，佛的身放光，每一个众生身都放光。啊，所有物质都放光。树木花草放光，宫殿放光，啊，所以那是光明世界，乃至大地都放光，啊，所以它没有黑暗。换一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。极乐世界的人身体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，啊，法性身，法性土。不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，我们这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啊，物质现象是相分，精神现象是见分啊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是不清净，极乐世界是法性，法性它是四智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所以你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光明，见到光明，接触到光明，通通长智慧。啊，智慧四种，大圆尽智，光明遍照。啊，平等性智，这个光放出去，照住的时候。一切众生平等心现前。啊，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，前五识变成尘所所知，全是智慧啊，不生烦恼啊，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是说的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休息啊，我这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深深体会到，到极乐世界这以前没有人说过的，花开见佛，见了阿弥陀佛，进了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，离开讲堂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。不成佛，你不会离开。啊，成佛就离开了。
这多妙啊，多殊胜啊。啊，所以离开讲堂的人就是毕业了，是什么果位呢？妙觉如来。他离开讲堂到哪里去？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他真的化身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生灭法，没有生死，没有变化。啊，人无量寿，永远年轻，他不老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衰老的面孔，没有一根白头发。啊，这个世界，你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巴不得现在就去。对于任何诸佛刹土，不会存在丝毫留恋，啊，不会向往，真正是一心一意。拜倒在阿弥陀佛的足下，这个好老师啊，虽然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实际上它是平等的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更高一个等级，他都没有起心动念。那没有起心动念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41位法身大士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树因其真。前面是吃饱吃，水多好啊。那么再看极乐世界的树，树吃饱所成的啊，其真，这也是名相，七种可珍重之宝也。与所谓七宝相同，万宝者指一切财宝而已。《弥陀经》上讲的七宝，金、银、琉璃、玻璃、砗磲、赤珠、玛瑙，这是用我们地球上的七宝来说。而实际上，我们的宝决定不能跟它相比。无论是质量，是光彩，是用途，统统比不上。宝莲佛光，遍满国土。水鸟树林，言说妙法，诸上善人入真定居，永离众苦，为说大乘法乐，是为同居净土。实际上，通通是十宝庄严土。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给我们是平等待遇，去的时候确实不一样，但是到了的时候待遇完全相同，
这才叫大圆满呐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